我是华赞，外文的名字是 Farzam Kamalabadi。我的人生很独特，从小一离开我的家乡，直接去了美国波士顿，先学英文，后学中文，然后呢开始走到亚洲中国，在中国33年。走遍了500个城市、1000个县，见过的人次估计超过了1000万人次。从中国把中国当做一个中心，把世界当做它的一个卫星，然后呢是为了中国融入世界团体，我走遍了100个国家，主要包括了5大洲。中东海湾6国和中国的建交的关系的活跃，和发起所谓的新丝绸之路，是我很多年的努力和工作。最早也是把中国的市长、省长代表团带到中国之外的全世界5大洲：美国、澳大利亚、中东、非洲，包括欧洲。今天，我很自然的、自在的，在阐述有一些我的所见过、所观察过的一些人生和人生的观念、信仰、信念，还有所发觉在人世界应该怎么做才是优良、优化而且高尚。只是一个分享给大家。人生当中，我关心的，也是众人关心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一是生命，二是健康，三才是财富，财富后是自足。信仰、贡献、使命。生命是什么？众生长寿，释放自己的力量，贡献出去自己的生存的价值。大家都宝贵，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，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别人可以牺牲，这就是生命。生命有了以后，大家都要健康。没有健康，哪是生命呢？生命的质量在于健康。你要释放你的力量，最大化你的贡献，作为自己的人生的享受，也需要健康。这个当然包括了身体的健康，还有呢，思维脑袋的健康，还有生活模式和方式的健康，还有呢，社会机制的健康，认识观的健康，也就是信仰。经历了那么多，我发现人生其实是很简单，不复杂。信仰是什么？信仰就是信念、自信、信他人、积极向上，相信我们的未来，有光明的未来，我们大家都努力。未来，我想打造什么未来？一是公正社会，二和平的社会，更重要的是健康，身心灵健康的一个世界。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自己创造财富的力量，自己创办的未来医药集团的所有的生态体系，所有的团队，贡献给社会。一个稳定的、健康的、医疗的、紧缺药品的供应的生态体系和渠道，同时在基本的供应药、创造健康、创造财富的过程当中，让参与者都有金融产品的、金融期货的保值的一个机会，而把这个保值资金发展。和创造再创造的机会分享给一个人。
我投资的未来医药集团战略很清晰，定为1123，也就是呢，一，我们的发心，我们的初心，我们的动机，要人人健康，普及健康。第二个幺，就是我们有聚焦世界上最有效的抗疫情的特效药。二，两个风口，两个机会。一，在人类的历史百年难遇的一个机会，也就是人类的灾难要变成机会，就是新冠病和后期的解决。二，是整个的世界的金融加密货币又要碰到第四次的牛市，很快的即将到来，2023年底、2024年、2025年会是一个大增长的一个大趋势的到来。三个目标，第一，集团要销售1000万个药品给1000万个的家户，治疗病，恢复健康。三之二，集团的目标是通过1000万份期货分红帮助中道的人财富倍增，财富自由。第三个目标，大家有健康了，有财富了，联合起来，携手起来，将把未来医药集团所发行的健康代币啄木鸟 WP Woodpecker Coin 打造变成世界健康领域的一号加密货币。